以上都是啤酒的迷思，有想过吗？当啤酒不够冰的时候，你在啤酒杯里面加冰块，酒杯里面的冰块融冰了之后会影响啤酒的风味结构。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开瓶前就把啤酒先冰镇，冰镇完了之后再倒进杯子里面享用。而在倒进杯子里面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故意不倒出泡沫层跟倒出泡沫层的差别呢？你可能会想，太多人都告诉你了，啤酒里面有泡沫层，啤酒杯里面的泡沫层，我到底在喝泡沫还在喝啤酒呢？所以故意不倒出泡沫层。但是不倒出泡沫层的话，啤酒里面的碳酸没有办法正确的释放，你会喝到太多的碳酸的扎刺感。另外在选酒的时候，好多人觉得黑啤酒比较有风味，黑啤酒比较浓，黑啤酒甚至比较甜。然而黑啤酒有太多种类了，并不是所有的黑啤酒都具有高酒精或者是有麦芽甜味。啤酒的世界超乎你的想象，啤酒是人类文明里面最古老的饮料之一。我用39个关键字来带你认识这个人类古老文明的饮料——啤酒。希望你在家也可以成为自己的啤酒试酒师。我是王鹏，我有超过20年的酒类经验。我常年受邀担任国际啤酒大赛的评审，也负责评审团成员的培训。我是美国啤酒评审认证组织的成员，德国杜门斯学院认证的啤酒试酒师，我也曾经获颁比利时酿造者协会的荣誉骑士勋章。在多年来，我在酒商里面担任顾问、讲师，我培训了许多的专业人士，我也培育了不少的啤酒爱好者，他们甚至最后都成为了啤酒达人。我现在邀请你加入我的啤酒线上课程，让我带你一起进入啤酒的世界。